呀，我是多米多罗，我是多米。所以你知道咱们的频道已破60订阅哦，真的假的？那么多？所以我去，对啊，说60订阅纪念谈话。那我对这个60订阅有什么感想？我觉得我们一路走过来也是挺辛苦的，到达60订阅这个数字，真的是从来都没有想过。你有什么好辛苦？那我们来发表彼此最喜欢的多米多罗影片，来看看好了。那多米，你最喜欢多米多罗的哪一个影片？我最喜欢的影片就是我失恋了，那个久到我都不敢回去看，我觉得很丢脸，我觉得超好笑。我们来看一下好了。大家好，今天头发。我要来吃这一根香蕉，好尴尬！我现在就要来吃香蕉了。大家都抱怨我讲话讲太慢，我不行。为什么我们都进行到这里了？我喜欢上别人了。什么？我还不够好吗？你很好，但是那个人很浪漫，又长得很帅。哦，那时候难道我这一整个人就比不上一张脸皮吗？拍影片来讽刺一下。没办法，真的假的？我对你已经没有感觉了。够了，尴尬。我知道了。不要衣服，但是既然我不能得到你，那谁也不要想。哇，啊！不要！不要！我以为你是做效果，我那个直接摔到。哭什么哭啊？我对一个香蕉做出不该得到的态度，三小字幕。你觉得这个影片怎么样？没有过这么久看还是觉得很好笑。其实我是想要做一个很有深度的影片。真的假的？你是在日本的恋情哦？没。香蕉有代表谁吗？哎，没有。那我们来看看我最喜欢的影片。我最喜欢的影片就是《多米多罗刑警》，好久杀人事件，因为这是我花最久时间的影片。就是这个片头，我就觉得很有 feel， 你知道吗？接下来要发生什么有趣的事情的感觉？去哪里走？我就觉得这个片头就已经是最高潮，后面其实也不重要。什么东西？对我来说，这个片头是最高潮。哎，这背景画面是我自己拍的。哎，真的哦，我觉得这个摆的蛮不错的，很有品味，其实。长官，这是这一次的被害者的照片。犯罪现场有没有留下什么可疑的物品？报告长官，除了这一瓶葡萄酒跟酒杯之外，什么都没有发现。那酒杯这样，那跟被害者有关系的人都调查完了吗？报告长官，经过详细的调查，所有跟被害者有关的人都找不出一点可疑的地方。这件案子我们实在是毫无头绪啊！真是伤脑筋，还有这个配乐我也下了很多，只好用那一招了。等等，长官，你是说那一招吗？除了那一招，还有别招吗？千万不要啊，长官，你也知道那招对你的身体负担有多大。要是你从此倒地不起，谁来管理我们警局啊？
说什么傻话？我们警察如果不尽心尽力为人民服务，谁还敢放心走出家门？为了社会正义，我这条老命随时准备双手奉上。长官，你真是警戒之光。我知道了，请你一定要找出犯人啊。那当然，把证物给我。让我来说明一下，多米多罗刑警拥有借由触摸物体就能得知当时现场状况的超能力。那我要上喽。那过程不要他已经老了，他男子有汗了。长官怎么样，看到了什么？我已经目睹了整个犯罪过程了。太好了，那犯人是谁？犯人就是……完了，我刚刚不小心想了一些色色的事情，没有注意到犯人是谁。犯人就是周易。周易，可是据我所知，跟被害者有关的人之中，没有一个人叫周易啊。当然没有，因为周易是……其实我第一天我就拍到那个幻想画面，其实我不知道要怎么结束这个影片。我想说，那我把罪推到周易身上啊？什么东西啊？因为周易是我的高中同学，所以后半段这段是第二天。啊！现在马上打电话给他，第二天让他认罪，穿着一样的衣服这样。第二天你会发现这个胡子有一点画的不一样。周易。你还偷笑，所以你听你那个有没有做什么不该做的事啊？啊，是什么不该做的事？没有吗？所以人是你杀的，对不对？什么东西啊？总之，你明天到警局来好吗？警局干啥？来自首。我才不要。好，就这么决定了。再见，周易。我觉得他已经认罪了。太好了，解决了这个案件，我们警局的评价又会更上层楼呢。谁赢，谁就是正义。这是我唯一一个花了两天拍摄的影片，所以我最喜欢就是花了最多心思，我很多努力在上面，而且我还同时表达了一个概念，就是这个多米多的刑警，满口大义，结果还把自己的罪推给别人，是一种很讽刺的感觉，你知不知道？是我想要表达的概念，我都不知道，你没有想到这一层的。那我们今天就这样看，比喜欢的影片，希望这个以后我们还能做更多的突破啊！我的天啊，观众朋友，如果有喜欢的什么影片，可以在下面留言跟我们说。嗯，好，今天就到这里了，再见。谢谢60订阅。